山上枯荣花，超市街头画面变成着社区的小铺。今年完成第三阶段的升级，同时嘛引进着包括店到店的物流服务，特别甲 OK Mart 来合作，和社区小铺的功能甲服务更加多元。喂，伫咧农业部的政策来交 OK 便利店合作，就是主要吼嘛要拓展咱农会另外一个诶网络服务，就是讲以后伫咧迄个 OK 的互联网，也是讲因。一般网络商店订货，会当来个网络下单啊，定点取货，在咱专线东西会有据点，伫 OK 据点内底拢会使着领着货，所以这来互咱的消费者搁较便利，啊，而且嘛会当透过咱这个系统，甲咱各农业会农地产，包括农民、青农哦，伊种植的迄个好的农产品，会当透过这个系统，伫个店到店的吼消费者来取货，嘛搁较便利。伊今仔日三上农会甲 OK Mart 来合作着农机会互联网嘛，正式来做着征采。透过着这超过200外古典物流系统，会当予全台湾各地农机产品加一个销售交流的平台。我们现在购物，有些是在网站购物，有些在实体商店。那么可以透过我们这个店到店的互联网呢，在全国的任何的农机会的据点跟 OK 的据点取货。那么非常非常的一个便利，再来全国农渔会相关的商品可以透过我们这一个联合供应平台，加上物流配送系统，每天定时定点可以配送到全国农渔会。配合着这个互联网的征采，农会嘛来合作山区这个农会举办市集活动。为这个活动嘛来结合咱的创世基金会来做这个公益活动，啊嘛希望讲有这个活动，咱今仔来这现场消费的消费者多多甲咱。现迄个农地产青龙到三江，啊嘛透过这个机会，会当甲咱做公益。二十位青龙再来着新鲜农产品，甲创业农业做着展示，同时嘛摆出着200单位，200所地将专属关号创设去金花，和活动是老家个温馨。蓝天新闻台以下三乡采访报道。